大家新的一年里更刻苦的劳动。最后跟大家道一声，突飞猛进的在你们的
马上我们这个人要面临着按专业来走翻车，这给我们所有人一个更好的机会来去试一试我们自己在自己所擅长所热爱所追求的那个学业方向有更上一个台阶的飞跃。因此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我衷心的祝愿在我们全行国的大家学习上进，生活愉快，各方面的成长，特别是个人能力、个人思想的成长，都上再上一个新的台阶。